常高兴，今天由美国福建同乡会在成立82届的这个庆典晚会，这个取得圆满成功。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有中国重点旅游总领馆林大使到了现场，吴晓明副总领事，还有我们的孟昭文领事，还有其他的这个刘成英议员及今天的长官和警界的和还有那个议员呢，都非常多站在这里庆祝我们福建同乡会。福建同乡会的宗旨是爱国爱乡，团结乡亲，啊，推动中美友好的关系，最主要是在推动中美友好关系健康而发展。我们身为在美国，希望美国跟中美友好，相信的我们的这个常务副主席，还有副主席，还有元老们，还有这个名誉主席，今天你们辛苦了，我在这里这个感谢他们为福建同乡会做出的贡献和努力。朋友们，今天的嘉宾们，感谢你们。来来来，王总，王总，欢迎欢迎欢迎，来来，主张，好，谢谢谢谢，嗯，对，可以的，好，谢谢谢谢，辛苦辛苦辛苦。那王总高高兴兴的，高高兴兴的回家，明天啊，好，不如我们的大家把王总跟吴总保护好。对呀，我们。你再打电话喊我声到，你给我跟我声到。
团，随时候的是我们的礼仪的队伍，手持着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旗，紧随其后的是我们的王毅大使以及美国福建同乡会的陈鹏主席，同时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的吴晓明副总理事，欢迎您，我们的陈鹏主席，有请王毅大使，请您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谢谢您。稍后呢，由我们的荣誉主席陈思顺主席等等哈，一起来到舞台之上。真是威风凛凛，在这里我们共同祝愿美国福建同乡会82周年庆典大会圆满成功。尊敬的中国驻纽约总领馆黄平大使，各位朋友，各位乡亲们，各位福建的父老乡亲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美国福建同乡会成立于1942年，成立之初呢，一是为同舟共济、共谋发展，第二的是为中国抗日前线筹集药品等紧急物资，所以美国福建同乡会自成立开始，它的骨子里就有热爱祖国的基因。是的，而如今的美国福建同乡会正在继往开来，逐渐成为海外华人侨社当中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中坚以及有声的力量。而我们现任会长陈鹏更是从同乡会的会晤以及历次维护祖国的重大活动当中，从旗手成长为了舵手。今天是美国福建同乡会成立82周年，82年，福建同乡会成为了福建人的家和避风港，成为了为乡亲谋福祉、为侨居地谋发展、为家乡谋幸福的大本营。是的，接下来我宣布美国福建同乡会成立82周年庆典晚会现在正式开始，请全体起立奏中美国歌。
都知道，美国福建同乡会在历次维护祖国的活动当中，在但凡中美之间有重大活动当中，哎，福建同乡会呢都有它的身影。特别是在反独促统当中，你会发现啊，在这些活动里，在街头有一个人总是扛大旗，社区的华人管他叫在纽约扛大旗的人，一个大高个，他就是我们福建同乡会现任的主席陈红。来，各位掌声先送给他，好不好？谢谢。是的，正是因为我有了我们陈红主席的担当和责任，才能使我们今天第82周年的庆典晚会能够如愿的举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主席陈红致辞，掌声有请。大家晚上好，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馆总领事王平大使，尊敬的吴晓明副总领事，尊敬的伊明俊副主任，许玉林女士，尊敬的国会议员任昭文女士，国会议员苏浩启先生，尊敬的州参议员柳传义先生，以及州议员郑雪佳先生，区议员女士，市议员马泰先生，王明英女士，尊敬女士，尊敬的莫虎大律师，尊敬的各位嘉宾，巧界精英，乡亲们，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媒体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非常荣幸，非常高兴，我们去年迎来了我们的总领馆的王平大使，他的时间紧凑，百忙之中来看望大家才30分钟。今天他说大家不急，他说补2个小时，大家能不能掌声一下，再热烈欢迎一下。龙腾四海，百花迎春，今晚尊豪大酒楼，灯火辉煌，高朋满座，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沉浸了欢乐而喜庆的龙年新春佳节的气氛中，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国福建同乡会成立82周年。在此，请让我代表美国福建同乡会及全体同仁，向在座的各位的嘉宾、来宾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予以最衷心的问候。回顾过去一年，我们始终秉承创会宗旨的理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中国文化民族优良传统，团结广大旅美侨胞，勇于挑战和责任担当，不断的开阔进取，与时俱进，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地帮助新移民拢留美国主流社会，支持华人参政议政，为了给广大侨胞争取合法权益的扶持。多年来，我们福建同乡会跟美国环龙华埠的总乡会举办了多场大型活动，大年初一传统炮竹节，新春爱心大花车游行，以及马哈顿的举行的宣传传统亚裔的文化花车大游行，每一场活动都吸引了数十万观众，同时也得到了主流媒体大幅报道和一切好评。在这里，我要再一次的感谢王平大使和五副总吴晓明女士，每次都辛苦几个小时来亲临现场，共襄盛举。同时，我们还举行了庆祝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的中美建交45周年庆祝活动，尤其是我们福建同乡会
为了困难的乡亲募捐上房，为侨侨胞排解排忧解难，为乡亲们做实事和好事，同时还积极地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为祖国和平统一、为家乡建设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深受海内外的乡亲的好评和赞誉。奋进新征程，追昧新时代。去年我十分的荣幸地受到总领馆推荐，带福建的百万旅美乡亲受邀出席中国侨联福建省福州市侨联多区的会议。这是中国各级政府的对旅美乡亲的关怀和鼓励，承蒙福建乡亲的厚爱和支持，深感任重道远。但我将不负大家的期望和众多，我呼吁兄弟侨团，大家团结一致，共同为讲好中国故事、宣传中华文化、促进中美民间交流、推进中美友好关系稳定发展健康而努力。此时让我再去向所有我关心我支持我本会的工作辛勤的奉献，默默的奉献。一年中我们虽然是风风雨雨，感谢我身边的团队，感谢我的亲人，感谢我的身边的朋友，你们也辛苦了。最后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祖籍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恭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家庭幸福，龙年大吉，万事如意，大吉大利，平安健康。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陈鹏主席的精彩致辞。我们感受到的是，德报之户生于豪漠，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再次感谢陈鹏主席，你为了我们本会做出的点点滴滴的贡献，再次把掌声送给他好吗？谢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请陈伦东主席致辞，掌声有请陈主席。尊敬的中国女儿总理室，各位嘉宾，各位乡亲，大家晚上好。岁月荏苒，时光啊，岁月的更迭，不知不觉，北国福建同乡会已走过不平凡的82个春秋。北国福建同乡会是美东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在华电率先申请五星红旗社团之一。同乡会始终关心支持祖国和祖先国的发展，并鼓励和支持华人涌入当地社会参政议政，维护自身的权利，服务广大侨胞，领乡侨胞们以实际行动支持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充分体现了同乡会对祖国的领乡侨胞的智慧。福建同乡会自成立以来，在各界主席带领下，服务乡亲，积极参与中美友好交流建设，但也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应该互相包容，共同团结。福建同乡以维护同胞利益，以为同胞和服务福利为宗旨，希望大家在今后服务中更上一层楼。最后，祝各位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龙年吉祥，平安。谢谢大家。谢谢，感谢陈伦东主席，谢谢您。我们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黄平大使亲自来到了我们的会场，他的到来既是对我们美国福建同乡会的肯定，也代表着祖籍国对海外华人华侨的关心。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献给黄大使好吗？谢谢大家。
朋友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馆黄平大使登台致辞，有请。尊敬的陈恒主席、陈仁东主席、各位侨胞，尊敬的孟议员、各位民选官员、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来参加我们美国福建同乡会成立82周年的庆典晚会。我没想到陈恒主席还挺记仇的，他说我去年来过只待了30分钟，所以今天啊要过来多待点时间，能够多弥补一下。去年呢是有一个特别急的事情要跑场子，所以来得也早，好多侨胞啊也都没听见我在台上说了些什么。那么这次呢，我想82周年也是个大日子啊，所以我可能就稍微多说两句。首先呢，我想代表驻纽约总领事馆向我们美国福建同乡会成立82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向82年来为福建同乡会发展做出了贡献的历届职员和会员，特别是元老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刚才大家说了啊，前面介绍我就讲了，美国福建同乡会自成立以来一直以团结乡亲、抗日救国、同舟共济、图生自救为创会的宗旨，是美东地区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闽籍侨团。从成立开始就号召我们广大的闽籍侨胞筹集资金，为陈纳德的飞虎队购置飞机、弹药，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可以说爱国爱乡啊，就是我们同乡会最深厚的底色。那么82年以来啊，这个福建同乡会带领各位会员做了很多的好事。首先是支持了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帮助了中国的发展。第二，大家扎根社区，积极团结乡亲，维护广大侨胞的合法权益，为社区的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三，大家很好地扮演了桥梁的作用，连通中美的民心，为中美两国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第四，福建乡亲特别的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在团结乡亲、反独促统方面从来走在前列，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赢得了侨界、当地社会和祖国人民的广泛的赞誉。我在这里啊，要向大家取得的成绩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感谢。包括我们闽籍侨胞在内的广大的美东侨胞，不论大家来自何方，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身上都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脉。我们即使有再大的不同、再大的分歧，我们都无法超越这个共同特点。
所以广大闽籍侨胞作为美东侨胞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肩负着光荣的使命和责任，应该加强团结，凝心聚力，携手同行。我在这里啊提两点希望，一个希望我们美国福建同乡会能够凝聚闽籍侨胞的共识，寻求实现华裔社区在美更好生存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把我们自己的会务把它办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有力量。第二，我也希望我们福建同乡会能够更广泛的团结闽籍的社团和美东各地的社团进行良好的互动，共同推动侨社的繁荣和发展。那么同胞们，今年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中国正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现在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是处于有一个良好的增长的势头，中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放眼全球啊，中国仍然是风景这边独好。展望未来，我们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来越大，我们的高质量发展会为世界各国创造新的更大的机遇。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同胞们，今年也是中美建交45周年，45周年的历程啊，中美两国携手努力，创造了很多共同的利益和奇迹。尽管两国关系面临挑战，但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去年11月在旧金山的会晤达成了旧金山愿景，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大家团结协作，更好地发挥我们大家的桥梁作用，共同努力为中美关系增加更多的正能量，管控好我们的分歧，更好地扩大我们之间的共同的利益。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中美关系一定可以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我们广大侨胞都是来自中国但居住在美国，中美关系越好，我们和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的环境就越好。我们既是在为国家民族做好事，也是在我们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做好事。大家应该有一种责无旁贷的责任感，团结一心，共同推进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把旧金山愿景落到实处。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有没有这个愿望？共同团结协作努力来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听到大家的欢呼啊，我想我们都应该保持乐观，让我们以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我们前面的挑战。只要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我们一定可以达成我们希望的彼岸。各位侨胞，驻纽约总领馆服务美东10个州，我们秉持外交为民的理念，落实王毅主任和外长在两会期间答记者问的时候给我们指明的方向，
侨胞的幸福，侨胞的福祉，需要我们倾注更多的努力。我们愿意尽我们之所能，尽可能的把我们的工作做好，为广大侨胞提供更好的服务。前几天我们也深入社区给大家举办了领事服务进社区的活动，我们也得到了侨胞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今年啊，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落实好外交为民的各项具体举措，要争取把我们领事服务进社区的这些活动啊办到我们领区的10个州，再次实现全覆盖。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帮助我们的工作，也给我们提出更多的宝贵的意见，让我们不断地改进我们的工作，给侨胞提供更好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各位侨胞对我们驻纽约丛林馆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新的一年，让我们共同努力，推进侨社的繁荣发展，更好地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为大家提供更好的领事服务。我们共同努力，帮助祖国不断进步发展，帮助中美关系不断行稳致远。我在这里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中美关系健康稳定、行稳致远，祝福我们福建美国福建同乡会会务发展不断取得新的进步，也祝福在座的各位侨胞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发达、万事如意。谢谢大家。非常感谢黄平大使刚才的致辞，深情而精彩，不仅为我们描绘了合作与发展的宏伟蓝图，也强调了团结与共进的重要性，同时也为我们描绘了未来的美好的愿景。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黄平大使，好吗？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 Congress Woman Grace Mao to the stage to give a speech. Thank you and welcome. 陈主席，各位侨领，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我们美国福建同乡会的82周年的晚会。今天也非常借这个机会感谢陈主席还有所有的朋友对我们社区来多年来的支持和贡献。刚刚黄大使讲的演讲很精彩，我演讲没有他讲的好，我的中文当然也是还不如大使，可是作为一个美国的华人议员，我也想提醒我们华人社区我们在美国的责任。今年是全美国总统大选，我们华人我们亚裔社区在全美国增加的速度是所有族裔其中增加最快最多的一个族裔，所以希望今年在11月份是我们总统大选，全美国的华人都可以登记选民，或者是如果没有资格可以鼓励我们的朋友亲戚。我们华人的选民登记的速度一定要跟我们人口增加的速度一样，这样子才是能够我们华人社区真正的得到真正的这个政治力量。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陈主席，想邀请他上来给他发一个表扬状，也再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拜个晚年。Thank you everyone, I'm Congresswoman Grace Meng. Welcome to our district here in Queens, New York. Just wanted to congratulate President Chen
for his leadership in our community, and once again wish everyone a happy and healthy new year. 说到庆祝我们的农历新年哈，尤其是咱们的孩子们，咱们的下一代能够如此的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要感谢我们的孟昭文议员。亲爱的朋友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美国福建同乡会的宣传短片，请欣赏，谢谢。Taiwan Strait lies a stretch of coastline of more than 3,700 kilometers. This piece of land, bordering the Pearl Ocean, is reputed as the greatest province in the country. Fujian, named Fujian, the origin of Chinese maritime civilization. Ancestors of the Ming people took slaves as fields and boats as wagons.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and oceans,with the inheritance of the profound central plain culture and the abundance of maritime civilization, Fujia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strength and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and nation. Fujian American Associ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the U.S. at 1942 years as a non-profit association.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we've been concerted efforts of successive presidents and members. The association has continued to grow and develop and has now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and socially influential associations. 想邀请每一位把掌声送给你们自己好吗？作为福建人，你们骄傲吗？朋友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纽约州参议员刘纯义先生登台致辞，让我们掌声有请。各位贵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现在很糟糕，因为黄平大使已经讲这么好了，他用中文讲很好，他用英文讲更好，所以我现在受不了。我们国会议员孟昭文，他也是我们联邦议会为华人最大的声音出来，所以他已经讲太好了。我不知道我怎么讲什么，所以我就很简单讲他们已经讲的话，我全部同意，也感谢我们的年轻的主席陈恒，他为我们社区做很多，也是我们社区的帅哥，你看他们也是同意。陈恒，我已经告诉我的州参议会的 colleague， 他叫我一定要来美国福建同乡会颁那个奖给我们的主席陈恒，可不可以上台？大家掌声一下，刘纯义吴雨平，我跟讲得更好，把游人口音听得更香更甜，都可以啊，大家。琴上的对是我们的景思哈，也是咱们陈恒主席的好朋友。Next, let's welcome Assistant Chief at Patrol Bureau Manhattan North, Rule Stevenson. Good evening. Let me just start by saying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and recognizing me tonight. And it really is an honor to be here representing the bestpolice department in the world.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my team over here for your support.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President Chen and the Fujian and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ll the work that you do in a community to really preserve and promote
the original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is organization is very important to us. Oh wow, you just turned to me. And I shall automatically start. 好，为大家翻译一下哈，我们的几次说到，首先呢，他很感谢我们陈红主席邀请他来到今天盛会的现场，同时呢，他也要感谢他的队员哈 ，express gratitude towards his team. Let's cheer for him again. Thank you. 他提到了我们美国福建同乡会一直以来在传承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以及促进中美两国的民间友谊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President Chang and this organization do some very important work in this community, not just here, but also abroad back home. When you talk about volunteering time in underserved communities, promoting education, creating jobs, building an economic empire in this community,and really making this community one of the safest communities in New York City.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and a round of applause to President Chang and this organization for the great work that they do. 谢谢。好，他提到了我们的美国福建同乡会的陈鹏主席在侨社当中做出了许多的贡献，不管是引领着我们同乡会往更高的方向上发展，还是在我们社区当中促进我们小商业的发展，以及促进两国人民之间民间友谊的发展，我们陈鹏主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他邀请全场的所有观众将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陈鹏主席。And you have a commitment from meMy team and the rest of the 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to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support this organization and the great work that you do every day.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again and take care and enjoy the night. Thank you. 他在说，在此呢就说他庄严的承诺哈，他个人以及他的队员们将会致力于保护我们华裔社区的安全。在这里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 NYPD 的支持，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Captain. We want to give you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Thank you. 说的没错，我们的警司带领一支强有力的团队，一直以来保护一方安全，所以呢，我们美国福建同乡会特赠送此牌匾，上书八个大字：警戒楷模，侨社精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有请莫虎律师主持。尊敬的陈恒主席，尊敬的黄平大使，还有尊敬的福建的元老，尊敬的我们各位的老乡朋友，我今天很高兴今天参加这个晚宴，来庆祝福建同乡会82周年的辉煌的历史。福建人在这个82年，在我们华林社区都是永远是融同的，就是融同的啊。华人的社区的条款，还有福建人这个特点就是爱国爱乡，还有这个胆量，还有这个魄力，所以今天我有这个机会来祝贺你们每一位福建人在场。我们在美国，我们华裔的话都来美国奋斗，还有牺牲，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可以在美国可以发挥。多年我跟你们福建同乡会都有相当的密切的关系，差不多有40多年我跟你们福建同乡会都是很密切的关系。我现在鼓励你们，刚刚大使也说了，希望你们要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力量就是团结，你们福建人非要团结，我们华人社区，我们大家都要团结，都要有个共同的目标。还有的话，另外一方面，我今天有一个建议，我们要鼓励我们年轻人参政，还有我们也要鼓励我们年轻人，不见得就是书读好，还有不过还有的话要参与美国政府，像最近这个10年，我们亚裔人现在在纽约警察局，
占2500个，我们警员都是华裔。还有的话，现在我们纽约警察局的警官协会，亚裔警官协会，我们2019年11月份，我们那时候创办这个机构，我们只有23个警官，就是警监的级别以上。我们现在有53个亚裔警官，我们现在基本上占9%，纽约的警官就是警监的级别以上。还有我们在纽约的那个警察局，现在你们有很多很优秀的福建的警官，我们亚裔警官协会有6个你们福建的警官，还有几位的话是移民到美国都已经成年了，后来加入纽约警察局，对，他们是你们的代表。我今天利用这个机会跟你们大家拜一个晚年，还有的话祝你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还有万事如意。谢谢。Council member from Long Island is Christian Liu's office, and this is the representative JoJo. 大家好，我是 JoJo。今天是代表我们的长岛的Long Island 的首位华裔的市议员Christian Liu刘巧怡先小姐为我们的那个陈恒主席颁发他的奖状。纽约州参议员郑永嘉的代表王启旺上台致辞，代表他向福建同乡会还有陈恒主席表示最衷心的感谢，祝福建同乡会会有昌盛工作顺利，也祝各位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陈恒主席做了很多贡献，跟同乡会并肩作战，共同欢迎我们的这个八大道和普拉顿区，对不对？感谢万哥。李昌勇法官登台致辞，让我们掌声有请。Gala, 82nd Gala, have a wonderful, successful evening tonight. My name is Wendy Lee. I'm a judge for the New York City Civil Court for the past 6 years.恭祝大家龙腾虎跃，龙年大吉，身体健康，阖家欢乐，让我们共创历史，好不好？谢谢大家。闽籍当中的青年才俊哈 ，Annie Chen， 来有请您，陈毅先生。首先呢，谢谢今天陈诚主席的邀请以及福建同乡会的邀请。那我叫陈毅 ，Annie Chen。那我的祖籍呢，也是福建福州长乐的。那今年呢是代表我们40选区，那就是我们法拉盛那竞选纽约州众议院议员。那呢我们今年都看到法拉盛我们所面临到我们保释法案面临到我们满街的我们犯罪率的问题，我们6月25号大家出来投票，那我们也创造历史，那我也将成为呢我们整个在美国第一位闽籍我们的民选官，好吧，谢谢大家。好，谢谢。庆祝的仪式。对了，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主桌的几位嘉宾来到台上，我们一起抱龙头、抬龙头，让我们龙腾虎跃、龙马精神。2月正好是龙抬头的时候，在今年，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能够在龙年万事胜意，同时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吉祥的象征，代表着力量、勇气、好运和权威。感谢好我们台上的各位嘉宾，这一只代表着吉祥的金龙由各位贵宾握在手中，也祝愿现场的每一位万事兴隆。同样在这一刻，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美国福建同乡会向龙马精神龙腾虎跃。好，来我们接下来哈，我们要请上我们红明珠局长的团队来到舞台之上，我们美国福建同乡会专门
啊，陈警官你好，为了自己的梦想奋斗在一线的女性们表示致敬，谢谢大家。好，就是来自于我们美国福建同乡会的一支牌匾哈，也希望我们的陈警官还有军大警官哈，以及我们的同僚能够记住。差不多的话，刚才是120多，现在我点了一下，差不多130多。我很高兴昨天这个没有参加你，今天非常高兴你来参加我们的团。还有旁边的两个帅哥，都是我们福州人，一个是106的叉长，一个是在我们广华的顺地区的那个地铁的，也是叉长。祝他们两个人，这个孙林秀的帅哥，祝他步步高升，在警界为华人社区多做贡献。感谢感谢你们两个帅哥。大家好，大家好。哦，还有一个美女啊，还有一个美女，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高警官？大家晚上好，能够听到我的声音的。昨天有多少人来参加了我的活动？把手举起来！非常感谢你们。同时，我也很抱歉，因为如果你们在现场，你就知道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大家能够来到现场，可是太忙了。我们的洪怡朱局长的，那么呢，我在警局的资历还是很浅的，非常年轻。但是这位局长呢，他是一个福建人，是不是？他拥有了拼搏精神，也有团结下属的这种爱心，所以我非常的尊敬他。那么在他的带领下，会指导我们更多的华人警察、亚裔警察能够做得更高更远，然后做一个更真实的自己。那希望我们社区呢，不管是你们哪一个组织，都能够团结在一起，让我们一起让我们的社区更好。大家可以叫我叫鸡的。所以我和我的团队永远在这里，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我们 NYPD 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谢谢大家。好，谢谢高警官，谢谢。他也帅不帅？帅不帅？那个李警官啊，掌声再来一下，好不好？好，贺信和贺电的环节了，我们分别要为大家请上的是常务副主席卢勇、办公室主任林立功以及常务副主席王秀华，有请三位。大家好，在这里让我宣读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馆的贺电。美国福建同乡会今晚贵队将举行庆祝成立82周年庆典活动，自以诚挚的祝贺。自成立以来，贵队始终坚守爱国爱乡、团结友好的奋会初心，在关心支持祖基国发展建设、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美民间友好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展现了华侨华人的良好形象。希望贵会再接再厉，为团结服务旅美草包，推动侨社混暖稳定，促进中美民间友好发挥更大积极的作用。祝本会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祝贵会会务蒸蒸日上，祝各位会员侨胞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龙年万事如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馆，谢谢大家。尊敬的中美长官、社团兄弟、各位嘉宾、在座的我们福建乡亲，大家晚上好。本人李立峰受大会的委托，乃宣读中华全国贵国华侨联合会发来的贺信。美国福建同乡会陈涵主席，新西贵会将举行成立82周年的庆典，敬致以诚挚的祝贺。贵会自成立以来，积极将团结联络旅美福建乡亲，为凝聚乡情、弘扬中华优秀
话，我一定会全发诚意，做出不懈的努力。希望各位尽管开来，广阔团结，凝聚当地侨胞，为弘扬中华文化，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中美民间友好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预祝晚会圆满成功，中国侨联联谊联谊部2024年2月28日，希望我们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天天精神百倍，月月喜气洋洋，年年财源广进，岁岁平安吉祥，谢谢。尊敬的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王明总领事，尊敬的驻美长官，我谨受大会委托，向大家宣读福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贺电，美国福建同乡会出任贵会将于2024年3月16日举办美国福建同乡会成立80周年的庆典晚会，这次便表示热烈的祝贺。美国福建同乡会为连接海外福建城区和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和合作。贵会所做的工作不仅为海外福建人提供了一个温馨的家，也为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贡献了积极的力量。亲诚相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重要的精神之一，象征着团结、和谐和新的开始。新的一年里，祝愿贵会会蒸蒸日上，不断发展壮大，进展为中美两国友好交流和友好繁荣做出新的贡献。祝庆典活动圆满成功，祝各位领导、嘉宾和海外乡亲新春愉快，阖家幸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福建归国华侨联合会2024年2月23日，最后我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发财大发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感谢以上所有领导送来的会电以及贺电的三人舞，叫做 Spicy Girls。 那我相信陈主席不会本人上来跳。那么陈主席呢，要派出的是他的掌上明珠。没错了，大家都知道哈，我们陈鹏主席和咱们福建乡亲一样，特别重视孩子的培养哈，下一代的培养。陈主席呢有两位掌上明珠，首先呢要为我们带来舞蹈的应该是大女儿哈，来与她的老师们一起来到舞台之上，为我们带来这一曲三人街舞 Spicy Girls。 来，有请。Come on.
说明
朋友郑若初为我们带来说唱脸谱。我的人也开始叫一个劲儿的来站站站站，激动发热更长时间，寻找工作真是不简单。一份的心情我是花到记者爷爷无事之王子眼上班。老爷一直别生气，一句我分辨的独舞艾斯米拉达。我们要请上的是陈恒主席的小女儿哈，刚才表演的是大女儿，现在呢是另一颗掌上明珠。
舞台之上，有请您。我们请各位摄影师做好准备，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敬酒仪式记录下来。我们第一杯酒，祝我们中美友谊万古长青，干杯！好，我们第二杯酒，祝在座的每一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龙年大吉，干杯！好，第三杯酒要祝我们美国福建同乡会会务蒸蒸日上，再创辉煌，干杯！来，小新哥到您一展歌喉的时候了。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
爱鸟去港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一时时，一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一时时，一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哪通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
袂讲，我感情我是世界第一等，是缘分是注定，好汉破腹来三枝，不惊风不惊阴，有情有义的好兄弟，一杯酒两杯饮，三不五时嘛来斗阵，若袂讲我感情我是世界第一等，是缘分是注定，好汉破腹来三枝，不惊风不惊阴，有情有义的好兄弟。短短的光阴，一拖就趁少年时，求名利无聊事，千金难买好人生。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从来没得到答案。我不过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时间无缘如此这般，明天已在眼，风吹过的如烟云，你的故事讲到晚霞，还有开满花的田野。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我的童年。那时的母亲还没长出白发，人群中如此耀眼。飞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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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替我去看看我的家乡。飞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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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慢些吧，再让我慢一些长大。
你指引我前方的路。
春花儿开遍呢喃的眼，春风得意正少年。我上春山约你来见，我攒了一年万千思念，今天原是平常一天，因为遇见你而不平凡。春山不似还，我上春山约你来见，我攒了一年万千思念，今天越是平常一天，因为遇见你而不平凡。你来见，看花人只觉春光。